大家好，又是香港故事的时间，我是雪儿，香港大纪元副总编。香港经历了很多，每个香港人都有他的故事。生意咪一落千丈啦，因为最紧要其实租金继续交紧嘅。咁啊，系咯，咁因为我自己觉得啦。每一個業主都有不同 的取態的，因為我都聽過啲業主可能很好人，又免你一兩個月租金，大家共度難關。但亦都我聽過啲業主是冇任何的減價嘅。咁啊，將心比心，可能個業主都供緊樓嘅，咁呢個就唔討論啦。咁但係我覺得最難搞就係我出到嚟繼續做我哋嘅學生咧，其實個收入係差不多咁，得翻十分一。最係咯，可能出到嚟由早做到晚都係交租咯。我本身是一個搏擊教練啦、健身教練同埋詠春教練啦，咁就營運咗一間拳館叫 SY Muscle Affiliates， 咁係銅鑼灣區。真真正正去教拳，營運間拳館啦，五年啦。咁啊 ，so far 之前一直就學功夫啊，咁啊十幾二十年大概。咁其實香港咧，即係學拳啊。學的很多，但是真真正正真的學來想應用或者運用就真的佔好少數。為什麼我剛才說學就很多，譬如減肥瘦身啊，譬如泰拳啊或者 boxing 啊，很多女士想減肥，其實都佔八成九成都，所以其實都很大部分。那你自己當初為什麼會學？我就有啲耳濡目染嘅，因為其實就我爹哋本身都有玩空手道同埋 boxing 嘅，咁細細個都成日聽，咁聽得多到最後，咁其實最後唔係跟佢學嘅，咁又開始翻工啊，有自己能力嘅時候嘅，咁就出咗去學詠春咁樣咯。咁你學即係學完功夫之後，你有咩得著？即係你有冇諗即係帶俾你咩？最大嘅得著啊！初頭咧學嘅時候咧，就淨係成日諗點樣打低人。點樣要贏？但係學下學下嘅時候咧，咁當然唔係話求輸啦，即係咁學嘅。如果真係要對壘嘅時候，都係要贏啦。OK， 但係咁其實多咗個心態，就發覺其實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即係好老土嘅幾句説話。但係因為學之前咧，成日覺得可能我學咗一堂或者十堂我已經好勁啊咁樣，即係可能好容易好自大。但係反而咧學得越耐咧，就會更加知道自己嘅不足之處。咁喺香港咧，即係學拳啊、學功夫嗰啲咧，係細路仔多又係大人多？兩樣都多喎，其實咁當然我覺得好睇個機構同埋導師，佢去宣傳嘅時候係接邊一類嘅客人多啲。假設一啲做小朋友嘅空手道班、跆拳道班，可能佢標榜係個小朋友要學紀律嘅，咁自不然其實佢嘅客源全部都係小朋友。咁所以我覺得呢個關個教練事。咁但係你問會唔會係成人多啲啊，定小朋友多啲？我自己眼睇就基本上都兩樣都好多。是的，但是你如果即係俾你去同你講，點解你要學功夫學拳，你會點？我第一句會問佢嘅，如果一個新嘅客人或者新嘅學生嚟到問我話我想學拳，我就一定問佢第一句：你係想減肥？定係想咁定睇翻佢大人定小朋友啊？咁有小朋友就問多句：你係想佢學紀律？定係純粹想佢放電 ？OK， 咁如果成人咧，我就問佢：你係想減肥？定真係想學功夫？可以減肥。個強度夠強，就其實所有運動都減到肥㗎。咁一個需要減肥嘅人士咧，好多時候都無所不用其極嘅。譬如又聽到可能跑步又減到肥，我又試下跑步。即係可能如果未 set 到一個真真正正嘅目標，或者未清晰自己嘅方向嘅時候咧，咁就呢度又試下，嗰度又試下。咁所以咧，如果要學搏擊運動或者功夫去減肥嘅人咧，多數都點講好咧？一開始係應該係佢未減到肥。咁乜都試下嘅時候，呢個係其中一個選項咁樣咯。咁即係如果佢唔係減肥，你就會同我講咩？如果唔係減肥，我就會講技巧多啲噶。因為如果佢入到嚟，我係想學功夫嘅，我係想學智慧術嘅，我真係想學泰拳係乜嘢嚟嘅。咁如果我太過於同佢做一啲減肥嘅訓練嘅話咧，咁我覺得我好似呃緊佢啦。OK， 咁但係如果一個可能一個減肥嘅人士，佢嚟到想同你講，我淨係想出汗嘅啫。但我又太過同佢講如果人哋呢一拳打埋嚟，你應該點樣防守，或者人哋咁樣防守，你點樣去攻擊佢嘅話，咁其實佢又唔係求呢樣嘢。
咁小朋友咧，而家小朋友你覺得佢哋點解要學？小朋友點解要學啊？喺家長角度出發啊，好多時候都係覺得啊、想佢放電佔一半嘅。另外意思即係等佢即係比較積極啊，等佢出多啲汗啊，玩多啲啊，消耗多啲啊，消耗多啲啊。咁另外一個層面就是學紀律啦，因為尤其是空手道啊，或者跆拳道呢一邊方向啊，包括柔道啊，咁啊，佢其實會有啲考核制度嘅，好清晰嘅考核制度，唔係話其他功夫冇，佢哋好清晰考核制度，包括啊，可能大家認識嘅有條 bell 啊，有唔同嘅 color 啦，咁啊，佢有得星規啦，白色啊、黃色啊，咁樣不等去到最後黑色啊，咁啊，小朋友有啲目標，因為我自己都試過教小朋友，咁我哋本身泰拳咧就唔係太有一個清晰制度去星規定。咁樣咧，個小朋友可能個目標性咧冇咁強，咁啊反而啊，就係頭先個小朋友嗰個學紀律之餘咧，就係可能學一下啊點樣有個目標性，我點樣去爭取呢樣嘢。所以，但係如果小朋友你泰拳好啊，因為係即係傳統嗰啲功夫。咁我覺得就算小朋友與成人都好啊，其實都係每個人都有啲唔同嘅特質嘅。咁最後都係要睇個小朋友中意邊方面。我亦都識有啲小朋友就啊，佢唔係太中意考試，佢打泰拳亦都打得好好。咁啊，頭先我講係其中一個歸類。咁但係啊，會唔會話小朋友偏向邊一邊多啲？咁最後就要我覺得由個家長同個小朋友相處咗好耐。咁佢自不然知道小朋友個脾性，咁啊佢應適唔適合呢種訓練呢，咁樣呢個個家長都佔好大責任。咁樣講翻而家情況啦，有疫情，咁其實對你哋嘅即係原本有影響？好大影響。咁啊，其實如果我自問最大影響，就一定是根據政府的防疫政策去封鋪啦，成個行業停頓咗啦。呢個係封咗兩次。第一次是三月，第二次是七月，即完全冇得開啊！唔俾開啊，直情唔俾開啊，封業啊！我唔知係咪正規咁樣講啊，我會形容佢做封鋪咯，係啊，咁直情唔俾佢，亦都冇好清晰佢理解究竟封鋪係咪連我都唔入得去啦，定係純粹唔做得生意啊？咁要我啲朋友上去食聚下食個飯又得唔得？呢樣嘢我自己都佢冇指引嘅。唔俾營業咯，咁可能如果純粹唔俾營業呢個字眼上面就你唔可以同啲有啲交易上面嘅嘢發生咁樣，即係我去理解啊。但係我相信亦都有好部有大部分人都唔係好清晰。咁你封鋪即係你封咗館之後，咁你啲學生點樣？我啲學生啊，我有啲學生咪帶咗佢嚟而家呢個環境戶外咁樣去上堂咯。咁但係幫助都不大，因為始終咧，我本身嗰間 gym room 啦，佢上得嚟咧，有一半咧都係為咗個位置嘅，即係未必係個 location， 可能係個配套有得沖涼啊，或者始終有人清潔啊，完咗一個堂，我哋會拖下地，即係基本嘅清潔。咁始終戶外係冇呢啲配套，冇呢啲措施。咁但係就有啲學生係真係好積極去做運動嘅。嗰啲嘢好值得鼓勵，好值得去佢哋係變將運動變咗做習慣，即係唔做一陣間運動，唔做一日，唔做一個禮拜係會有啲身痕嘅。嗰種習慣有啲似我今日唔記得刷牙，好唔舒服咁啦。咁嗰啲學生就會好積極繼續出嚟戶外繼續做運動咯。咁而家封咗定專之後咧，咁你啲生意點啊？生意咪一落千丈啦，因為最緊要其實租金繼續交緊嘅，咁係咯，咁因為我自己覺得啦，每一個業主都有唔同嘅取態嘅，因為我都聽過啲業主可能好好人，咁又免你一兩個月租金，大家共度難關，但係亦都我聽過啲業主係冇任何嘅減價嘅。咁啊，將心比心啦，可能個業主都供緊樓嘅，咁呢個就唔討論啦。咁但係我覺得最難搞就係我出到嚟繼續做我哋嘅學生咧，其實個收入係差唔多咁，得翻十分一。最係咯，可能出到嚟由早做到晚都係交租咯，變咗冇人出咯。咁如果冇人出都 OK 嘅，我覺得當失業咯。但如果萬一原來個租金都 cover 唔到，咁又變咗喺個疫情底下咧冇收入，不單止仲要繼續負收入咯。咁有啲我都聽到話，即係行內都有啲應對，譬如可以上網去教啊。呢啲對你嚟講係咪一個即係 option？
上網很多業界的行家是會有做的，但我自己就沒有做到，我自己都掙扎的。因為其實我鼓勵學生是，尤其是健身運動，包括可能搏擊啊又好啊，或者一對一的健身啊，咁有啲動作其實錯誤咗嘅，喺網上面未必可以即時可以做一個糾正。咁可能嗰個糾正聽落好似好小事，但係如果萬一受傷起上嚟，就係嗰一秒兩秒之間嘅事。咁所以我就唔係太想推動網上嘅學習，因為始終可能唔同其他嘅課程係啊，呢啲容易比較受傷啲。係。咁政府方面有冇資助嘅？第一次有兩個資助嘅，總共一個就係業界封業期間一筆性資助，咁就係俾個營運者嘅。咁第二個資助就係俾教練嘅，仲有專業資格嘅教練嘅。咁第一次嗰個基金咧就係發放俾教練係7500一筆過。咁第二個嗰個發放俾營運者嗰個咧就係一筆過10000，係啊，第一次。放幾耐嘅時間？放幾耐冇一筆過啊？誒佢係一筆過啊。你攞咗就冇噶啦。係啊，咁佢嚟緊係有第二次嘅，但係咁第二次就係減半咗咯。係啊，咁第二次個一筆過拳館個資金就係50000，咁個教練個資金就係5000咁樣，但係都未知幾時申請，咁希望快啲有嘅。咁你覺得政府呢啲補助夠唔夠？即係合唔合適？嗱，咁啱我個拳館叫比較細型啲，叫做幫到少少。咁啊，幫下其他業界嘅朋友發聲，就好多好多行家，其實佢個租金都可能20000、30000，一筆過10000。但係第一次一筆過10000嘅時候，佢係封業咗42日，即係個半月。咁啊，當你一個月租金都唔夠，其實咁啊，所以係咯，根本係唔夠。唔好話出糧俾人啊，唔好話出糧俾自己啊，基本上租金都唔夠交。所以其實業界都會覺得政府其實冇照顧到。認知度不足，這個我覺得是最大問題。因為我覺得如果他真的完全不照顧的話，他應該連錢都可以不給你的。是的，那即又不講誰對誰錯，但 是認知度非常之不足。即對於你們業界的運作，是的，怎樣 做法比較合適？譬如做任何 的防疫政策底下起碼我不會認識到我們業界的人原來有跟政府商討過，所以我們覺得他是沒有找過我們業界任何人士 去商討過怎樣走在防疫政策的任何一步。是的，那即簡單一點，如果在食肆來說，它有限聚令，可以4人1台、2人1台這樣控制個人流，或者你一個餐廳裡面的人數要限制一半的，即係呢啲咁嘅政策底下啦，咁其實我覺得我自己個人覺得，甚至乎我哋業界有個大聯盟都咁樣覺得，係我哋都可以跟呢啲政策，可以唔使一刀切。咁如果我哋都仲係可以營運嘅底下咧，老實講，我哋都唔使求你嗰個防疫基金。係啊，就我哋覺得個防疫基金唔夠嘅情況，其實係好大出自於我哋冇得營運。冇得營運底下，我哋就要繼續支出，咁個基金係唔夠 cover 我哋嘅支出。咁但係我覺得你可以控制我哋人流嘅時候，我哋都仲有方法生存。即係唔好完全閂曬。係啦，完全閂曬我哋冇辦法。我哋嘅辦法唯獨是就係要出嚟戶外，甚至乎係上一啲學生嘅屋企。但係咁就好唔方便。一嚟係唔方便啦，二嚟就頭先提過，唔係好多人都接受到戶外啦。其實咁同埋我覺得戶外又唔係見得特別安全。咁當然係戴咗口罩啦，但係就係户外，其實喺周邊嘅地下我又唔相信真係會99:1咁樣去清潔啊。但係拳館或者專門反而會做足呢樣嘢。我哋有個大搏擊大聯盟係一直都有開記者招待會，好想政府去有個人去溝通。但我好似就唔見有溝通過，即係我哋有要求去大家可以討論，有一個討論空間，係啊。咁如果未來真係再有疫情嗰陣時候，你哋自己即係我哋自救嘅措施，嗰種感覺自救措施有咧，就係嗰種感覺覺得不如自己救自己啦。但係個自救措施其實呢兩三次嘅風暴咧，兩次嘅風暴其實都乜都做曬。即係我哋業界好多人，包括我自己，喺政府未強制規定你要探熱、消毒、戴口罩嘅時候，已經要求學員喺上堂嘅時候戴口罩，入場前探熱、消毒雙手，即係呢啲喺政府上堂戴口罩嘅時候，學員嘅同學
在政府要求之前呢，有大部分權管自己已經做緊。所以我覺得其實業界也都很努力去維持大家的生存啦，同埋令到大家一個安全的運動空間啦。咁啊，但係戴口罩又辛唔辛苦？當然辛苦啦。但係咁始終又真係戴口罩會安全啲嘅。咁唯有咧就是我哋教練嘅專業角度去出發，去幫你哋點樣 set 到一個更加好嘅 program。即係平時可能強度強啲嘅，你戴咗口罩之後，我哋嘅休息時間可以令你長啲，你個強度可以減低。係啊，咁呢個大家都，我就係話大家其實教練同學員之間係可以溝通，但係就好似政府就唔係太理解呢一方面。原來我哋係可以溝通。原來有咩行動咧？如果你即係既然覺得政府喺呢方面唔係太理解嘅話，就冇啲行動會令到政府暫時真係未諗到㗎，因為個搏擊大聯盟其實亦都已經試過開記者招待會，包括去立法會遞交請願信，即係好多呢啲嘢好和平地去做咗好多嘢，跟住甚至乎包括唔同嘅媒體。今日我見去同你哋做一個採訪，亦都去講出啲咁嘅信息。我大概四月嘅時候又接受過一個媒體，又大講過啲咁嘅信息。除咗我之外咧，好多唔同嘅老闆，甚至乎教練，亦都接受過好多唔同媒體去講同一個信息。咁但係總之到最後都係結果就擺咗喺大家眼前，發生咗而家咁樣嘅答案咁樣咯。作為俾一個家庭觀眾的 exercise 就不要太困難啦，係啊，因為如果佢係決定得喺屋企做的話，咁即係強度亦都未必可以太強嘅。咁啊，先做一個教大家做一個手臂先啦，簡單到不得了，最緊要嘅人花時間做啫。先就咁遞高隻手，向前輕微轉圈，試一下一分鐘亦都得，計時又得，咁另外計下數又得。嗱，假設我而家一個圈啦 ，OK， 我可以喺一個圈裏面數一下，你俾個目標俾自己50下。因為始終我沒有任何的負重底下，即是沒有揸水樽或者沒有揸啞鈴，只是靠隻手一個重量，未必是十下你就有感覺的，所以我建議個下數可以多一點，或者如果真的不想計下數就用一分鐘去計。看一看我示範做30下，一、二、三、四、五，是的，對吧，試一起做，做多20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有冇感覺？少少膊頭，係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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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嗱，我就係講呢個簡單到咁樣，運動強度未為或者個動作咧唔好，因為覺得呢個動作好似好簡單喎，有冇用咧？唔緊要，唔一定係好誇張嘅動作，有恆心呢個動作，已經 firm 到成個手臂噶，係啦，係啦，呢個已經 firm 到成個手臂，仲要簡單到嘅係唔會受傷嘅 ，OK？